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灰色。还是灰，右脚。哇哇！左手白色。两位的左手是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三哥，你反过来。好嘞，得嘞，又送走一名。右手，白色。两位的右手去往两块不同的白色 MC 垫子上。哎呀！请蓝队进行攻击。那个瞄准好了啊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你唯一能报仇的机会就是这一次了。砸中。啊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未砸中，啊！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砸中，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，最后一颗了。别浪费，别浪费，别浪费，要调整，要调整。未砸中，怎么别人砸我们那么容易啊？就是远了。草率了，草率了，未砸中啊，还没砸，真的假的？你这都没打中，这都没打到，看着都没打，看着都砸不中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那你那个没砸中也挺难，正中点。因为前两轮两队打平，所以接下来我们一局定胜负，你们两队自己决定谁当攻队谁当守队，但是攻队要砸中对方三颗球才算胜出。哎，我们砸好不好？沙哥挺会布局的。是吗？又把我推出去了。我觉得你聪明。深深的意思，刚才那两下没砸着你，心里不舒服。大的，你陪他玩一局，你陪他玩一局，想不想赢？不是，你陪他玩一局。不是不是，我可以随便被砸，但是我沙哥要赢。不，我不赢。我们投票。沙哥投你了。好吧。现在请蓝队来报颜色。白的。两位站在白色 MC 地垫上。还是白的。右脚吧，右脚站在白色 MC 垫子上，左手红色，右手再来一块红色。这是拍一个广告，拍杂志的感觉，治铁饼者。请蓝队进行攻击。哇！哎 ，nice！ 哇！砸中，那这就中啊！那都给你得了。跟着感觉走，走，让他带着我，走你。很好，跟着感觉走，再来，哎！
全中，厉害！这是我拿的。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纷纷都在附近。沙哥一会儿要喝一点下火的东西，还沾着一会儿。恭喜蓝队获胜，同时蓝队的每位玩家钻石数量都会翻倍。啊，翻倍了，耶，翻倍了！那我们是一点钻石也没有了，是吧？我这里头都湿透了，也没有钻石，你这玩意儿。姚碧妮，我非常相信你的编剧能力，最后一定有个规则让这一切反转。那肯定的。就是说我在等待这一刻，不然我像是没有来过这个节目。